擎天玉柱，在音乐汉喷中央设置一柱中心主喷，音乐响起，中心水柱拔地而起，拉开整个喷泉的序幕，象征当地在县委书记王正清、县长王占芳的正确领导下，社会发展全面提高，经济建设逐步升级。群风峥嵘，伴随中心主喷，六股粗壮的水柱紧紧围绕中心主喷，象征着当地各大经济支柱产业在政府的支持下大力发展，奋发上进。芙蓉出水，灵动飘逸的原窑，摇摆收拢时如一颗硕大的果实，象征当地农作物大丰收，舒展开时如一朵巨大的花朵，象征当地人民热情好客的情怀。云雾弥漫，如薄纱轻烟般笼罩着音乐汉喷广场，夜晚在彩色灯光的烘托下更显得绚丽多彩，神秘莫测。万马奔腾，该水景可形成向特定方向移动的效果，人的视觉将与之同步，给人一种动态美的流动感，是喷泉中最具动感和震撼力的主体水景之一。孔雀开屏，犹如一只只绚丽灿烂的孔雀之尾，神奇美妙，更增添了艺术表演的层次感。可调直流，由16组可调直流组成的造型像一个旋转着的飞轮，象征着当地在短暂的时间内飞速发展，同时又寓意着当地在县委书记和县长等的领导下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彩虹挂月，似一条美丽的彩虹悬挂在天空中，气势非凡，恢宏壮观，又似一座巨大的桥梁迎接远方宾客。鲜花怒放，水形喷洒时如一朵朵盛开的鲜花，水形饱满大方，寓意着花香洒满每个角落，让每个来到这方乐土的人感到无比的幸福美满。Y la luz, y la luz.
Divano Messia.